那这边就不配了哦。传闻，获得传闻会有一定的奖励。上个厕所，茶壶有热茶。哎，刚好又要剧情，怎么不出来啊？你早凉一天，只得瞬息清醒，却堵着我。这真怕娘会连你也杀了。二娘的身体快要不行了，你一定也知道，在娘身体撑不住以前，意思一定先撑不住。到了那天，娘一定要连你也认不得，连你也杀了。那娘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在那天来到以前，娘一定会自我了断，不会拖累你。所以你别怕娘，别躲着娘好吗？娘说到做到，一定。杀了你，不可以，我最爱的女儿，绝不可以，不可以杀了你。好痛，娘先回去躺，等我醒来，杀了你。此人一天只得瞬息清醒，一直上课不会再醒来。所以跟我拿到热茶有什么关系吗？木盒哦，当大侠就是要搜刮人家的家里，真是不道德啊！就是要这么坏，才能当恶人谷的恶人。灵儿啊，我想喝水水啊，要不问你喝水好了。啊，走。老乞丐，谁啊？谁？他哪位？不知道有没有饮酒油。弥勒佛像，我是可以这样直接拿的吗？哈哈，老侠，这里是柜台，没请勿入。啊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这位老侠深得很，想必不是恶人谷的居民，你一定听说了小魔星离开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，欢迎来找我。我想找人，原来少侠入谷寻人，那你来问我就对。在恶人谷中的居民没有一个不认识，你想找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这个女人真可怜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那你一定是给她给骗的，确实如此。哈哈，果真可怜，那我就帮帮你一把。既然不知道名字，你不如形容形容她。她入谷不久，少侠莫怪啊。最近一个月内应该都没有外人进入恶人谷，你是小摩西离开后第一个进入恶人谷的新面孔。哈，当然也是可能我太过迟钝，没注意到有一个擅长骗人的姑娘入了谷。少侠，不妨在谷中随意走走，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你要找的女人。也有可能是你骗我，对不对？这个，他该不是灵儿吧？所以我知道你不是恶人谷的人。你想要什么？果然你比恶人谷里的大多数人都聪明。我想要的自然是威胁你。若你不想惹祸上身，让别人也知道不属于恶人谷，你就给帮我一个小忙。当然，要想找点帮忙，除了威胁你，我也总会给你别的好处。你特意跑来，还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，肯定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或是人。而我前两天正巧也见过另一个不是恶人谷的人，那是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。我在恶人谷见过太多次，男人总是在找女人的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客栈对面有间屋子，屋中有一个意识混乱的疯老婆婆，那桌上有一壶茶，而这里有一包药粉，你
让我在茶中下药，日等之后我会告诉你。所以这我要放吗？哦，所以我可以胡乱。刚刚说石头丢给他，他把东西丢过来，是不是？那我可以丢吗？可怜之人就是可恨之人。毒娘偷去。有个家伙偷去毒娘子枪某栋的孩子，要威胁那婆娘。那婆娘竟然在，眼眼不杀，撒出毒粉，任由敌人抱着婴儿挣扎死去。所以他女儿没死。哦，我觉得他是因为他女儿有抗性吧。可是那个解谜也不难啊，目前啊，目前觉得不难啊。就是蛮就很简单的，我目前觉得很简单，还是后面会超难，那我可能就不喜欢了。那现在都有攻略啊，很好找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。这边什么东西吗？有哎、欸，土堆，脸红钥匙，臭药，不会就是小鱼儿的东西吧？还有些那个可以捡的东西是不会秀在地图上面的。不知道。良知尚存，却不能帮助一个善良人。大家都不想帮他忙哎、欸。那我们该帮吗？不必现在。好，我先放看看。然后嘞，就这样。好，看他要说什么。我再插东西下一下。你真的对他的婆婆下药？是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药粉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毒药。而我，而就我对他的理解，他不久后一定会喝下那壶茶，也就是他很快就要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强悍而凶残的人，在他全盛时期，全江湖无论是他的对手，都要有仇于他，没有一个人能挨得过第二天。必然痛苦万分的死于他的毒手之下。那听说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曾经是个柔弱爱笑的天真少女。他第一次成为恶人那一天，他的家人被地方恶霸杀光，只是怀着身孕的他低眉顺眼的为那群恶霸煮了一餐。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早就想死，但为了女儿，他成为越来越恶的恶人。所以我只是希望这是种解脱。我问的不是他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误会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为了自然是我答应过的那个人。那是一名笑起来眼神像狐狸的女子，就是他。他在哪？你确定要找他？是。你不问我为何迟疑？没必要，我无论如何会找到他。那么我不知道此刻在哪。
但我听说他今晚会在客栈与人碰面，暗号图米。你为何认为我们不属于恶人谷？如今你觉得我是个好人还是个恶人？我不在乎。不错，我知道你不在乎，正是如此我才认得出你来。因为恶人谷里只有每天试图乔装伪善，乔装为善人的恶人，还有试图乔装为恶人的善人。无论是谁，他们心底都深知自己所做之知识的善恶，以此为批判而行事。所以当我请他们递我下药的时候，无论我提出怎样的条件，他们全都拒绝了我。因为对恶人来说，他们不愿意做出替人解脱这等善事，而对善人来说，替孩子谋杀自己的母亲这等事，他们也是万万不可能做的。这些都是他们看待人的方式。而你看向我的时候，我便发现你只把我看作一个目标。凡人有善恶，你却很无情。所以全恶人谷，只有你收下我的药粉，想方设法完成的目标。而我虽然说你看起来不属于恶人谷，但你可能不属于任何地方。那美女子也是如此无情。啊，又与你不同，他笑起来的眼神像狐狸，而他看你的方式就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只只温顺的白兔。你觉得他是狩猎？不确定，我只知道他超脱了我对善恶的了解，是个非常危险的人。他真是这样的人？他绝对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一点也不希望你和那女人碰到面，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会是个好结果，而我的直觉也告诉我你不会听我的。所以去吧，无情的人。选择不下药，看我怎么样骗他。那你下了药可有见到那茶室的变化？居居没有。果然我的直觉没错，你说谎。只因为我是个小女孩就随便敷衍我吗？别以为恶人谷里的人是你能轻易能骗。是我要说有，好，我就回答有，所以我一定要下药嘛。哎，你很狠嘛，那你给我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？不管有或没有，你都拒绝我啊。一直往我的锅里瞧，莫非你小子想吃人喽？恶人国又来个新面孔，让你细皮白肉，让我秀一秀，你身上的肉是咸的还是酸的？哟，你见过别的新面孔？嘿，你在找人，不妨形容形容。今日入骨的女人，原来如此。但不管你是为了什么原因找他，你都再也找不到他了，因为他现在被我剁碎了，准备下锅红烧。你要不要会尝上一口？这不是人肉，什么找不到人急了？明明是个口福，不敢吃人肉，可以别急着怀疑我，血味不对。哦，这个懂吃的行家，不错。人血的腥味比起猪血腥味没那么重，又不像鸡血鸭血这般淡而无味，口感上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极品。所以他在哪里？除了一锅鲜甜味美的女人肉，我可没再见任何人入骨。哎，说着又缠了起来，要这我看最好离我远些，或者我看你那身细皮嫩肉，可不保证自己能憋得住。哈哈哈。啊，就这样。地上子弹
那个石蛋好像是可以增加属性的，先不要吃。啊，不可进去啊！这株药草也有被踩过的痕迹，感觉那个是线索。胡椒胶还没看过，我看起来不是重点。天痴星躲进二人果实，天痴星。你在看什么？你是谁？没见过你。我来找人，不是要找我就快滚！你看到我正在忙吗？外面是不是有声音？你快去看看！他妈的臭小子，好好的性子都被你打坏。他在干嘛？装鬼是不是？好小子，是谁给你勇气敢躲在这里并偷窥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一个人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难不成是阴九幽？难怪最近总是背后凉飕飕，原来这阴九幽是王八蛋的搞鬼。这家伙仗着自己轻功高明，总是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他妈的，我一定要想半个方法逃走。不如在这边设个陷阱，捕兽夹或挖个陷阱之类，然后再来点香艳刺激，引他过来偷窥。哎，我有捕兽夹，要不要？我有捕兽夹，嘿嘿，哦，心法。抓鬼夹。欸，我这样会不会害了阴九幽啊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们已经望春牛居了，里面有夜南天吧？有，看起来就是有夜南天。我要收挂东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收挂一下。出去，看准时刻未到，谁都不准进来，除非你真的是不要命。不然草房一面精通一切医术毒术的生意，尤其他当正房的不得了的时候，哎，怀木果，怀木果，该如何采摘？哦，他就是那个猴子那个果吗？好，我帮你拿。好，我帮他拿了。哦，这边的夜南天直接躺在里面的。不是泡在那个，就是那个罐子里面。可是我记得药罐子就是一个坛子那边才叫药罐子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随便。好，你出去。好，刚才不能开了木盒。携手专心，拳法，杜煞绝学，这有在这个位置吧？对。丢！咻！你丢我，我丢你。嘿嘿，好。我有，你要不要？这是壮若堂里色泽朱红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槐木果。你知不知道这一颗槐木果值多少钱？这多么珍贵的宝贝，你却要这样给我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消息？我从没在恶人谷见过你，看来你最近是为了恶人谷中的消息而来。
因为在二轮谷中碰上什么问题，就来找我吧。这个槐木果足够你多问几个问题。你这几天见过什么人？你没看见门外排队的人，我每天见的人可多了，可见过陌生的人。莫说这几日，即使这几个月内，我只见过一名面生的人，那人就是你。你问起他，那本为江湖中著名的女魔头，一身毒功极其狠辣，少有人敌。可她孤中练了太久，反遭毒物反噬，身体一天比一天更虚弱。又因年轻时下手太多毒辣，江湖中仇家太多，无奈之下才带着女儿进了恶人谷。这几年她体内的毒性越发不受控制，那是数十年积累了数百种剧毒在体内。之前绝无任何药物可治，到了现在几乎整日都只能躺在床上，还要遭受万里穿心万重刺体的痛苦，一天只得瞬息清明，连女儿都还认不出。这边有先对话，药符还没下之后，李大嘴有说就是药粉的事情。好，你们像独挡重来一次。好，药粉还在。哦，只是客栈那个吗？一个小女孩给的，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个药方给你吧，这药方能化解天之心所配毒药之毒性。为何给我？就当作你将槐木果赠予我的回礼吧。无论如何，这个解毒药傍身总是没有坏处。好的，反正下药下这边，万春柳已经是没事的嘛。他刚刚都这样讲了，对吧？好，先用这个。是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这边有放上捕兽夹。讲了一堆废话，北七。这是臭药，不要紧张。走吧。获得剁骨刀成就。好，这次应该可以骗了吧。是天之性的毒药。你知道的很清楚，但变的是温度。难怪刚刚选有跟没有都错。啊，这边都一样。好，这边的话毒药就不会浪费。但是不浪费毒药我不知道意义在哪里。好，这边都看过了。
吃吧，无情的人，这毒药将来或许还有用。哦，直接变夺命丹，你找英九又被夹了吗？血迹，捕兽夹已消失，有个东西遗落在此。独门心法，半人半鬼。那个按太快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在等呢，呵，不错，来走何人？无名，一个男人有如此娇弱的待啊，那并不娇弱，他的眼神像狐狸。原来小兄弟是带他来了，小兄弟原来想别饿了，快请我些酒菜，让他认识。我先为你酌上一杯酒。我知道了，酒是凉的。如果不是小兄弟耐人一番好等，也不会让我老朽等凉了一壶好酒。话不多说，可别让酒继续凉下去。咱们干了这杯，便来谈正事。不对，天之性的毒药入水无色无味，除了片刻降温，再无别的迹象可循。你是天之性，这杯酒有毒。酒水微凉这种小事，即使江湖上成名的武圣剑侠也从没能察觉到。像你这样的小子，才不可能识破。小子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早就认出你。你想必早已认出我天之心了。你认得我，那还得多亏你那位故人，无迷。那小兄弟。果然不是带人过来，而是想由我这里套出一位故人的消息。可惜我口中的消息只是与朋友分享，而要当我的朋友就必须喝下那杯酒。喝，脱下解药。喝，不喝。喝，不加解药。喝，脱下解药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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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处女丹还是可以做啦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小兄弟，你还蛮能撑的，但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有许多事想对你说，其中你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我真希望沈天君此刻还活着。沈天君，别急，药效开始发挥，你逐渐就会说不出话，也动不了，但你还可以听到最后。理由是这样，我希望沈天君此刻还活着，是因为我太想看看当场见你被我天之心活活毒死会露出什么表情。你与他有仇，反正我看你也活不久，我不如就多跟你说些好了。十多年前沈天君把我打成重伤，逼入二人谷，我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结果他随便的死在火焰峰上，还留下蛇影般的传说，这可实在不痛快。什么神一般的传说，都是些无稽之谈。说什么他上到了火焰峰顶，痛心于自己无力挽回江湖的损伤，竟在那绝顶上一头撞死。无稽之谈，不错，江湖正派的心脆弱得很，他们只能接受沈天君死无神损，可不敢想象他很有可能是在火焰峰上疯狂杀人，最后被其他狂人乱箭砍死的。家主，家主，你找到他了吗？家主他回来了吗？冷大，你快说话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家主他如何了？死了。不错，当然是死了。但家主他一定是尽力行使仁义的，他可是九州王，他一定是这样死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喂，苏董，还不快过来帮忙？他是被杀的。什么意思？家主大人不保，你何以咒他？他是被杀的，他是被你们，
有此理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且慢，望家主一命，我要将他带回轮椅中，永不得用。好，家主连身故之后都要保全此，倘若陛下有志，定要含恨九泉。他是被杀的。是跟在沈天君身边，却是个迷你的小子。真可惜，你喝了我的酒，已经死定。当时有个给沈天君打下山的朋友，说他好像是为了寻找什么真相才上去，真是可笑。说什么善人不见得伪善，恶人不见得伪恶，看人要看心。我当场毒死那个净说废话的狗屁朋友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见到任何与沈天君有关的人，我听见任何人打算提起与沈天君有关的废话，便会立刻毒死他们。所以，你也说完所有你知道的有关沈天君的事。不错，我说完了。那该说那个女人了。哼，你说荼蘼，原来真是个女人，骗我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原本不也想骗我，才与我装模作样的对切口。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荼蘼是谁，又是你的什么人，只不过顺着你口中的话演演戏。不瞒你说，他来到恶人谷却音信全无，代表他早就尸骨无存。你这么想他，哼，我这就送你下去找他。我不知你为何喝我的酒还能撑那么久，但到此为止，耐心没了。可惜你已经错过痛快死去死的机会，我在恶人谷待了超过5000个日子，算你便宜些，因此你5000刀就好。要是在5000刀以内让你断了气，我就不信天，我改信神。老交情都帮你一把，应该是不冷了，那打我300滴。陈宇啊，我师弟。师姐，我马上要去个地方，这个江湖正派但凡踏足轮椅中客若被认出，必死要尸骨无存之处呢。哎，直到最后一刻你还是这么冷淡，这件事我可只有告诉你一个人耶。我知道了。又来了，以后师姐不在了，没人提醒你改掉这个习惯怎么办？不如我带你走。什么习惯？哼，你狗娘不关心我想带你去哪。江湖正派但凡踏足轮椅庄科诺被认出，历史便要尸骨无存之处。你总是能在一些奇怪小处逗人开心，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所以算了，改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如果你因此变坏，我可能会难过了。希望能一直留在这里，平平淡淡的，平平安安的也好。我知道了。我曾尝试与你说过无数话，也听你说过许多次我知道了。这句话背后是否带有另外的理由，是否带有各自的利益，我是来不及得知的。但既然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，我就当成这是你对我的道别吧。那么就千万别太想我，千万别找我，不然我可能会舍不得你了。师姐，你醒了？怎么了？你想念我，想念到说不出话来？你还活着？是啊，我还活着，但我如果再晚个一点点想起你，你就要死了。很好，你还活着，我找到你。哎，你这关心我，你真的是特别来找我的。是，藏宝图随便拿来。原来如此，是冷哥命令你过来骗我感情的。是冷哥命令我过来的。如果是你想要，我肯定给你拿出来。虽然你把藏宝图随便带走的话，我就要死。你不会死，和我把藏宝图随便带回去，
但如果我和你一起带着藏宝图回去，这样仁义庄的大家都会死哦。我想你的任务应该是带回藏宝图，而不是让大家死。如果大家死了，我说不定会流泪。你忍心要让我难过吗？那你带藏宝图随便回去，我留下。好师弟，你是奇门算学大师吗？但太好了，成语，你还是老样子。而我果然很喜欢这样的仁义庄。你为何喜欢？为何喜欢？若不是你刚才已经骗过我的感情，我或许有机会相信你。也希望你从来不是我所以为的那种人，而是一个有情之人。但或许无情还是更好，人若有情，变得强大而不受伤，也不会即使总是悲伤痛苦与寂寞，却还是会轻易被动之以情，那可是比命令更折磨人的事。这是你带走藏宝图的原因。是啊，我被动之以情了，不这么做的话会死。你看起来并不痛苦。无情的人真好，你很单纯，你不然可以活得很久很久。你对我下毒，只是无情的小家伙，要不是因为我那么傻傻顺着你，我可能还会因此送命呢。你上当的，我们只有一人能抵开，那自然是他应该选择陈宇离开吧。只有一个人能离开这里，对方杀了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无情无义，无心无肺。你有我，你也离不开这里。这是。这个密室墙上的图腾、浮雕和机关组，我知道此地。他拉出来没有声音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容易。门开了，必须追上时间。刚刚这边有一个千年灵芝在这里，这就是夜南天的藏宝图吗？这只是藏宝图的一角碎片，但也是江湖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宝贝。夜南天失踪多年，光是能得到他失传的神剑诀与驾驭神功，又能称霸当今武林了。如果还能同时得到其他各门各派的武学，哼，这果然是上好的宝贝。而你藏身的义庄多年，利用他们的万千耳目，终于替我将这个宝贝带了回来。是啊，都是你说过想要一样的天下罕有的宝贝，我才会忍着相思别离之苦，苦苦听你在外找了这么多年。小傻瓜，别赌气，这宝贝来正是时候。主人才因为弄丢了重要的东西大发脾气，只要趁现在把这个藏宝图碎片带回去讨他欢喜。等他上了位，我便可吃香喝辣，到时也少不了让你享福。哼，我才没有真正生气呢。我只要往后能一直待在曼陀罗你的身边就好了。我就喜欢你这副既狡猾又天真的样子。我享福，你当然是一起享福。我随主人平步青云，你自然也随着我鸡犬升天。但旁边那条偷听的野狗可不行。哼，当然不行。藏宝图随便拿来。哦，看来你这条狐狸尾巴给仁义庄逮到，莫非你是与他好上的，那他找得过来。哼，你这么说我才要生气的呢。交给我来解决掉好了。
还不倒下？果然是我太小看你了。那个迷药一般能让人晕迷三天三夜，还有那几米事，你竟然能轻易如此找到机关。既然没办法给你痛快，那你就痛苦的死去吧。慢着慢着，我又看出了一点什么。好哥哥别急，我不过失手了一下。不必麻烦，感谢你的暖场助兴。现在我想要亲自玩玩他。好，这是指定招式，但是非指定招式，但我可以躲到这里攻击他。哼，哈哈哈。你这身手，你这模样，本以为我看错，但果然不同凡响。好、哦、哥哥，他或许体质好些，也称不上不同凡响。小心别受伤，还是我替你收拾他吧。小姑娘，我怎么就没见你对我如此心急过？怎么会呢？我一心一意只爱着你，不然我怎会替你带回叶南天的藏宝图碎片？但我看你早就发现了眼前这人的价值，远比什么叶南天的藏宝图珍贵多了。你已经有叶南天的藏宝图，教主已经会提拔你，何必为了一个十几年前的传说为难这个家伙呢？果然，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却瞒着我。也瞒着所有人，这人，哼，说不定是我派大兴的契机。这个蠢女人，少挡我的发财路。你今日是护定这小子的。你为何要这样？那又不一定是你我在找人。试试看就知道，不是的话，大不了多个死人。来人，动手！你与我会面，竟然还暗中藏着帮手在附近。我没教过你吗？防患未来，有备无患。我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是你逼我的，陈宇，你快离他远些。师姐助你。当角色陷入控制状态或失去控制权，被迫执行特定动作，师姐的勾魂丸便可使目标陷入魅惑。你需要注意一个角色同时能携带一个控制状态。好的，魅惑成功了吗？只要成功了，那他帮我攻击别人吗？哦，好，我有时候就是这样。南希，刺激，嘿嘿，精准点穴，呵，还没被灭火了，飞爪。高价，好啊！原来你过去隐藏的身手，装成那副天真傻样，别人都骗我的。我只是个爱你，我不是个傻子。原来你只是浪子，但其实我武功不如你，满脑子是升官发财。你还是爱我，那么或许你是对的，我或许是真的就这么傻。小傻瓜，我想升官发财只是因为想到我们可以由此得到美好未来，我想疯了。但如果你真会为此难过，就当我错了好吗？我放他走，然后回我们的家好吗？好，我们放他走，然后回我们的家。什么？
你在胡乱我啊，你骗我感情啊，师姐。啊，师姐。小傻瓜，别生气了，快过来吧。我们分开这么久，我就不是此刻一起回家。好，回家。你真的如此？哎，所以他真的要跟他回家哦。我原本还以为是骗他的，结果是他骗他，不是我想的他骗他。没教过你，为了达成目的，必须抛却无聊的感情，这种儿戏只会令人软弱。哼，是这样吗？原来我们之间只是无聊的感情啊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男生跟女生只是想要啪啪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是想啪啪啪而已。对，我比较惊讶的是他竟然喜欢他。你现在才明白，虽然迟了些，但终究好啊，还是好过死不明不白。大家都出来吧，今天我说什么，都要把那个家伙带走。他看起来没事啊，他还活着。不是，我觉得侠之道在音乐的切换还是做得比较好。这个这么紧张的、这么紧张的氛围，音乐背景音乐竟然没有换。哎，对耶，师姐你名字都没有，就叫师姐。陈宇，好师弟，在我们两人之中，是师姐离不开这里的。我会拿回藏宝图。你跟我回去，跟你回去，陈宇，我好怕，好怕知道你现在是在执行一个命令，还是你有没有可能是看见我这副愚蠢狼狈的模样，就被我动之以情了？这是命令，那就好。原来只是个命令，引人无情，那就太好了。幸好你无情。不然我一定不会不舍，但明明无情是一件好事，为何我竟如此难过呢？或许是因为有点遗憾吧，毕竟你老是扳着脸不说话，讨不了女孩子的欢心，寂寞是让人很难过的。但师姐离开后，你会不会又剩一个人？你跟我回去。哼，本来想听听你的遗言当笑话，想不到你们的废话这么多。来人，动手！看来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不愿被你看见我落泪的样子，但好像没办法的呢。那个音效不给，就这样。陈宇。你一定会活得很久很久。小知道这部分做的还比较好哎、欸。小知道的音乐切换做的非常好。像那个段霄烈进场的时候，那音乐就变成他的，就切换的就很到位。怎么古龙变成这样？将来若有人再去找你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试着别让他们太难过好吗？是眼泪，哈哈，蠢女人，你终于用出了那招，终于要死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这便是我不打算教你的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从你我相遇，我早就查清你的底细，并有所防备。我也早知道你的眼泪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最终手段，藏有剧毒，沾之化骨，只不过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。但你会为了这种愚蠢的理由就落泪，哼，实在是不怎么样。真无情。居居。好了，这次终于死，真是个麻烦死人的蠢女人。不过竟然没死，
看来他事先给你服下了解药，这我还可以感谢他愚蠢的多情。现在没人能保你了，小子，乖乖跟我走。这是什么咒印吗？你身上的图样，还有散发出来的杀气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姿态吗？如何撒压你？这下那值得了，哦，是自带奇异功啊，还有是 Super 载压力呢，哇，咒印嘛，是咒印吧？大蛇王，想不到我派寻找已久的传说竟然在今日苏醒，来人，动手拿下他！啊，你还有人哦？喂喂喂！你怎么死了三个？还有三个，三个之后又三个。哎，还好你帮我吐槽了，谢谢。你又是谁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哈，要不是发现你们一伙人，哎，一伙人鬼鬼祟祟的进入恶人谷，我还真不知道恶人谷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呢。哼，这就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行。哎。瞧你这暗算女孩子的手段，恐怕你哈哈儿都没你那么阴险，连你大嘴都没你那么狠大。身为恶人谷的小魔心，我可得和你比一比，究竟是谁比较恶了？哼，找死！成语觉醒独特技能，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独特技能，独特技能不会消耗动作机会。OK， 推进。透过吹进按钮进行调整，赠与气血进行强化。OK， 那我先打谁？先揍他，用欠揍。没什么，上性为伤，就像没有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秒不到他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血杀刀法！哎，赢了。好的。夜南天的藏宝图碎片，你捡了你不该拿的东西。我本就是来拿这张藏宝图碎片的，就算你本来就是来拿它，你也实在不应该拿，因为你也想带走它。啊？你为何觉得我想带走它？你说过要来带走我最珍贵的东西。我要来抢你珍贵的东西？少臭美了，你什么都没有。珍贵的东西你或许曾经有过，但已经没有了。我本就没有珍贵的东西。古龙风雨如梦，小魔星在这个时候总是特别的聪明，不愧是天下第一聪明人。噔噔，结束。神作。哎呀，还没结束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会查清此事，还江湖太平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走。这次我一个人走，若没要错，回艳红事件另有玄机，你若在场便无法应付，剩下的你现在不必知道，等我回来再告诉你。但你没回来，你
你早该让我动手，你为何不要我动手？真是无情小家伙，还不是因为我那么傻傻顺着你，我可能会因此送命。我原本乐见的是你一直乖乖留在仁义庄内，偶尔想起我，能为我掉几滴泪。所以你只要记住，不必找我，不要动手，在仁义庄等我，知道了吗？你们说的我全都知道，但我有一件不明白。你知道了就好。我仁义庄虽不能不查回应冯时间，但你不要动手。你不明白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已经动了手，而我们或许都要命丧今朝了。沈天君，时间话没说清楚以前，你们别想走。你干什么？你醒了吗？啊，吓人呐！仁二爷请我来看看，要你醒就过去找他。谁知道你能看着都还没醒，就跳下床要揍人，好大的起床气！难怪仁二爷谁都不找，就找我王二代来看你。你这仁义庄的影子果然厉害。仁义庄的影子，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。莫非你出完的人物竟变得比我更傻？那这可不行，傻成这样，等一下仁二爷要骂你，还忘了些什么？我王二代来帮你一把。你是谁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王二代，王二代，姓名只是个代号，没有意义。怎么没有意义？我王二代的名字可是也没什么大事好说的，没错。若将当今江湖之事全数编撰为话本，我的名字或许最多只能被提过两次，看起来还像个四个假名。纵是聪明多闻，如当年救我一命的英雄少侠，他若要见到我名字，也不可能记得，因为我只是个傻子，在火焰峰那时候给仁二爷捡来，听他跑腿打杂。要怎么说？我好歹姓王，名二代，你却只是仁义庄的影子。你说我是？大家都说你是仁义庄的影子，我没听过。你是个影子，因为没人见过你，便是见过你，也不会注意到你。没人见过你，没人注意过你，那没人告诉你这件事也是合理的。所以留在庄里干嘛？我听你留下。听谁的令？为何留下？沈天君。啊，沈天君，他不是咱们已故庄主，所以你就是那个，所以你才会是仁义庄的影子。没事了没事了，我不问了。我为何躺在这里？你躺在咱们仁义庄的病房里，弄不是打混，那便是受伤的。我何受伤？对不起，配错。你真不觉得自己在打混？还是冷大爷带你过来？从哪里？冷大爷自然是一直在仁义庄内啊。但你这个什么都忘光了。几天前全身是伤走回来，没人认得你，问什么你都不答，也没人拦住你。我去找仁二爷帮忙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在广场里躺下了。幸好冷大爷帮了一把。那之后仁二爷派了任务给我，说你从恶人谷带回藏宝图，顺便这事谁都不许说。那你还说我从恶人谷带回藏宝图碎片？哎，不该跟你说的你也不许说。反正仁二爷要你醒了就过去找他。仁二在哪？仁二爷是二爷。仁二爷多辛苦，平日管理仁义庄，派大家这里来那里去，就仁大爷可以喊他名字。仁大爷是说仁大？你不要太过分哦。其实仁大爷平常顾着赏花不理人，他的名字不是给你喊的。仁二找我去哪？仁二爷要你醒来就去门前的广场找他。哼，他正在办他那场英雄宴。我王二代只是个庄客，和仁二爷想寻来出任务的英雄是不同的。但谁知道来人硬不硬，雄不雄？反正现在在庄子里到处可怕了，你自己当心点啊，我是不出去了。我知道了。 OK， 感悟点数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就可以返回吧吧吧。好，归来时鲜血淋漓，一身奇诡重伤，入房时太半已消，至今昏迷不醒，当时是火灼，是毒青，是刀劈，也是斧爪，以十道伤痕，八短两长为一组，被江湖寻常兵器所致，本因不明。这是我的病理记录。
啊，这边都就不配了。不必多想，各位上当的，好，这边通过了。羡慕的屁！我可以一直休息吗？欸，真的可以哦。他会叫我起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